不会接啊，真的。咱来自过过零九六八，过我们老妹怕嘛，不接了。你我有你有下定没有人接？哎，那个嘞，那个那个大大开一瓶，一包的嘞。小虾的，小虾的也无，也无，鱼翅也无啊，鱼翅拢无无炒的呢。那个樱花虾米糕不是干贝米糕，樱花虾米糕那个250，那个250。三百红，300块。一盒250。这个怎么办？三百。还能三百？新分闸。过来看。看这个。五百。我买遐济在。会在，十几分三百，你按多五百。你只要聊天室啊，聊天室你要看你那脸书还是 YouTube 都可以，你只要留言，我就会用，我会把你记下来。这个是脸书那个直播，他们有社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什么重装海龙？对，他们里面社团，因为我们，你只要进去，这个是他们的社团。啊，你只要进来社团，我们只要直播都会每天，只要直播就泡着。啊，你就进来以后，你就下面留言。你这边要什么星星？不是星星，你在下面有留言没有？你在那边留言说我要什么？我看直播的那一个就好了。然后他这边就会调出来，我要什么，他就会写出来，然后我就看到以后就会帮你记下来，说哦，他要他像他们这就有些人要留东西，我就先记下来，那你再到现场付钱就好了。OK， 给我200，给我200。小文章，佳慧章，他等一下喝一喝就 OK 了哈，不一定，看他心情，看他心情。但是讲啥呢？新文章，代表浩章，安培德。他说那一只叫安培德哦。我还是选几位了。我买个安培德，安培德，那我讲安平。這樣喔，我那邊也在留言就好了。你在下面有這邊有個留言嗎？八公，我看一下，你現在進來嗎？附近有個留言，這個，這個現在留言。我看一下，跟你講一下喔，再來，再一次。這邊有一個，這個，對，這邊喔，對，你是即時聊天室喔，這個，對，對，這個聊天。我說啊，我要什麼？對，對。OK， 我等你让我们讲，我等狗狗跟他。红包300，我超过我比较 OK 了。五包300，我知道。哎，是不要搞假了。他的手机跟 LINE 都不会接了。你我刚刚卡了，我讲哎呦，你那接嘛？哎呦，你那接嘛？我差一点。没有那个吵架的，红包200。嘉义是有啊，嘉义有啊。那是大白鸭啦，对呀，不是安培德。他会不会卖一卖之后，喝一喝之后，通通砸口音这样子卖？不可能砸口音的，那个朱嘉宇有可能。大草虾过年前可能没办法拿，因为那个越过年这个时间大草虾那个价格你不会划算。他砍我那一次上个礼拜我就是看到我砍过来，对，结果我知道，因为那天啊，那天好像那个小就上个礼拜，我知道，因为那个有人订了150只，然后他一定不他拿超过，所以剩下的就随便卖一卖啊。
那个结束以后，他现在拿大桃虾的价格已经不漂亮了，只有那时候拿才会漂亮。嗯，那个时候他那一只，他那个好像为了给客人帮客人拿的，所以他是比平常还要大的桃虾，大概长到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是看到你最后跟。这个啊、哦，高明的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在，我觉得应该是在250左右。然后一定要卖的，他卖200，200啊。嗯，啊，那个樱花虾250，去年200，现在250，那个龟头。不能不下班啊？你有在卖啊？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价格啊，因为我拍久了，因为我除了拍这边还有高雄，所以我大家都知道价格。虾白虾还有？对，白虾。一份多少？看你要300还是500？300。这只安培，这只红大木，这一个比较多一点。差回差一千六，昨天有卖过，他今天又多拿一只，昨天有卖到一只，你看他这两只可能不同大小，昨天比较大，你这家伙在几啊？啊，1600，你不讲不一样大小哎？1600，这1500够啊？哦，哎，这减10块啦，如果目睭较细蕊啦，啊，这只电纯较贵，这只电纯对吧？你海尼根去干一手啦，啉落通通10元啦。我两口啉者。卖豆拢豆啥？你讲什么豆？咱讲哦。小文啊，那个，你看现在弄东西，等下过来。他现在弄喇叭，他们也很辛苦。一下土城，一下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土城那个，对啊，因为啊，你都负责帮他们这个。负责帮他们，就是帮他们宣传啊。其实就是不是说宣传，就是大家喜欢看这个。我就看到变冲了。我看过来。我再分母一个。我都见这样啊！我家己分到这几样物件了啊。鞋啦。鞋啊，鞋拢硬穿啦。就无遐多啦。就无济。我真系每一包都食去啊，就无济。我吃了虾，就要300块，总来300+3只，你啊酒啊，搁灌一罐来，你安尼？食无济，你食无济，买三只，三百三只了，不想讲减就未完啊。哈，你讲食无济，食伤多虾呢？减就吓，食无济，三只了，开300块了，开300块，就未完咩？那个就不完，你是直接冰了，就那个冰。我觉得没有很多。瑞炸你好，美美你好，石原丽你好。好，谢谢，够了。OK， 拜拜。这个整个过来的。这东西啊，石头，我都无见过石头，在什么时候有？艺术工地综合完了都要石头。叫人来啊！炒下过年。应该无啥有机会。啊，我这边那个你们。就直接留言问我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你摆了，问你，看你想，看你有。啥会有吧？高铁？有白仓，黄美美，一只1500的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全拿？我这边他妈个金。一只1500的，有白仓在右手边，在这个地方，白仓一只1500的，是吧？哎，他有帮你留吗？没有兔子头啊。我看一下，你是虾卷一箱？哎，虾卷一箱有吧？有啊。你不讲你要狮子头啊？上面不是有血吗？我是刚刚跨的。两罐呢？是哦。哦，那狮子头。那个，你要那个整包500块那种狮子头，对不对？就是像丸子的。一包那个啦。那个很，那个好一阵子没出现喽。上礼拜还有。有吗？是的。狮子头是上礼拜五哦。我上礼拜五。刚五。看到跨了阿红。我会记得今麦狮子头是迄一包的，有加白菜肉迄种。对。哦。
就改成那样。你是说那个有北菜头那一种，不是一不是像丸子一颗一颗的吗？哦，一起被种进来。哎，你家刚好刚四楼。刚四楼。小文，小文，你喜欢用 YT 看？用脸书看麻烦，有些人喜欢脸书哎，方又早。坤宁你好，小胖好。小胖。今天的这部分就是。昨天那个红大木1600的，还有白仓一只1500的，还有杀好的昂雕跟昂柱贵两只，那你们看一下。那个。左边昂柱贵哈，这昂柱贵。然后是昂雕，然后这边是昨天的红大木哦，还有最右边有一只白仓的，一只1500的，然后这个是1600的。左边有两只昂柱贵，那个昂柱贵是各1000块，其实我觉得应该800块就可以了。还有。昂雕，杀好的昂雕。大大，阿布这个是什么？红大木，大白啊，一块、哦，眼睛还有双眼皮哦。无落雨啊，就加三千万尔，啊。1月8号会在乌日卖吗？会啊，1月8号会在乌日卖。你一直跳出直播讯息，不会啦，那个我没有同意的话，你不会跟我，你不会进直播，你不会进直播。国盛早，我没有同意的话，你不会跟我同步直播。春风早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你认真啊，赶快啊！不会啊，哎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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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今天有海瓜子哎，不是蛤蟆哦，海瓜子。今天有海瓜子哦，海瓜子哦，这是蛤蟆，这是海瓜子，海瓜子哦。阿妈伊阿公啊。啊，这阿这阿妈这阿伯啦。阿公啊。钓白鹭啦，都变。开头的叫卖位置不同，所以才问的。今天有剥皮鱼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今天没有剥皮鱼。剥皮鱼，我今天没剥皮鱼。剥皮鱼今天。嗯，方挺好的。
三百，你两百五百啦。来回啊，你要像有人又憋一点点，是护理的东西都拿了。你拜六不交，你一天三两两三间讲，有物件哦，才刚来呀。我人家发无发电工会来呀。我见人家讲，我行去，我就是不来。你也不通气嘛，我见人家讲啊，我你都同我叫人来去，讲晒啊。系啊，你又做啥？系啊，其他人家讲哦，有物件可以啊。哦，终于到了。哎，真棒呀！那这这我嘞，一天两包，那天两包啊。好，终于起来了 ，OK。You are greater。Thank you. Yeah. Yeah. Okay. Yeah. Then. You see. 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 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 I'm going to哎，无啊，海瓜子无啊。好，海瓜子没有了，我跟你们讲有海瓜子，你们不买，现在没有了。摸摸着。现在等一下不要跟我讲海瓜子哦，没有了，海瓜子没有了。哪一个？I don't really, you cannot realize Chinese character, but IT is joining from Jolly Fun to see how to how the Taiwanese their for fish. Oh, yeah, this is interesting.
你叫你叫你少年呢，叫你少年，叫你细汉。你他说：“哦，王文凯很帅啦，他很想要见王文凯。如果他来台湾的话，想要跟王文凯见一面，因为他常常看到王文凯在上面讲话，觉得他很风趣，本人应该很帅，想要认识一下王文凯，这样懂没？”